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刘丹。随着人们健身意识的觉醒，健身也逐渐被人们喜欢。那拳击运动由于它的高效燃脂性也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但是由于场地的限制，让大多数人都难以坚持。今天我就带你们体验一款新科技，让拳击运动更加有趣。这样看呢，这个沙袋是不是跟普通的沙袋没有什么区别？但其实它里面有一个可发光的交互屏。那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屏幕只能触控，而且很容易一摔就碎。但是这个沙袋中的屏幕就是让我们来打的。这款智能交互沙袋只需要跟着音乐的节奏和光斑出现的位置进行击打，拳击运动增加了游戏的属性，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达到训练效果。 Round 1 Ready Go。 智能交互沙袋后端有一个10英寸的高清显示屏，沙袋内置的传感器可以实时跟踪运动者的挥拳轨迹，及时反馈击打数据。这款沙袋内置了4种训练游戏，将打沙袋变成游戏闯关，在娱乐中达到健身和训练的目的。除此之外，沙袋内置了物联网芯片，可以提供无线网络连接，可以随时与身在异地的好朋友痛快地打一场。 Round 2。 好的，比赛开始，双方都在试探。黑方突然加速，一拳命中对方头部，红方也不示弱，迅速发起反击，连续3个刺拳点到对方，现在局势倒向红方，一记勾拳打中了，赢了，恭喜红方，红方赢得比赛。沙袋和屏幕的跨界合作，也让我们在娱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达到训练的目的。我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健身一定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未来。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便捷走步机。喜欢跑步的朋友往往会遇到户外条件不佳、天气状况不好这些情况。那么如果使用家用跑步机又太大太占地方，现在呀，你大可不必为这些而烦恼，科技会带给我们惊喜。
这是一款便捷走步机，陶瓷质感的机身可以说是一机成型，满满的科技感。它采用手动操控和自动操控两种模式，最值得称道的是呢，它还采用了脚感控速，就是当你在走步机上运动的时候，底部的压力传感器能够准确地感知你行走的频率，并且进行自动的速度调节。这款走步机采用了无刷电机传动，运动时产生的音量低于65分贝，让您在运动时也可以享受一份静谧。我现在越走越慢，是因为这款走步机内置多个传感器，搭配重力感应系统，依据运动者在不同位置行走进行重力感应，并通过核心算法控制走步机进行减速、匀速、加速运动，这样再也不用担心速度太快而摔倒了。为了让我们随时随地的锻炼，这款走步机搭配同系升降桌，简单操控，轻轻一按，快速升降，坐立走，随意转换，办公也不必久坐，效率健康都两全。科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从家庭到办公，制约我们运动的因素一个个被克服，我们运动越来越不受环境场地的限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科技会让我们的运动生活更加便利。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机器人服务员。在餐厅用餐高峰时期，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这时能有一个帮手出现，那就太好了。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张楠。谢谢。有了这位送餐机器人的帮助，情况果然不一样了。别看他身形乖巧，其实啊，他可是个大力士呢，一次可以承重30公斤。服务员只需要等候在各自的负责区域，剩下的工作就交给送餐机器人就好了。嘿嘿，我们的厉害之处可不止这些哦，我还有个同胞弟弟，是我们家里的门面担当哦。真的有这么厉害吗？那我可要去体验一下了。我们的机器人带您去福寿亭，点击带我去。这台机器人服务员的职责啊，就是利用智能导航避障能力为顾客领位带路，即使餐厅内环境复杂，它也能够轻松地完成这项任务。是不是感觉未来生活近在眼前了呢？现在越来越多的餐厅里都能够看到机器人服务员的身影，这家失重餐厅就是通过一条条轨道传送菜品。我们看到餐厅上方还分布着数量不等的矩阵模块，这些机器视觉模块能够让机器人更精准地识别室内环境。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下，它还能不受干扰地进行工作吗？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这家失重餐厅有一些菜品并不能通过轨道和小车配送，只能通过服务员手送，但是自从有了机器人服务员，这些问题都轻松解决了。一个机器人身上有几十个激光雷达传感器，头部、眼睛、脚部各种部位360度全方位排布，实现在复杂环境下的全自主精准定位。繁忙的工作马上接近尾声，忙碌了一天的机器人服务员陆续回到各自的床位充电，准备迎接新的一天。新的一天，未来智能生活也在一步步实现。